有個密切關係。咁我哋咧係呢個今次咧講到權柄嘅禱告啊。耶穌喺升天之前，佢同門徒話乜嘢啊？天上地下的權柄都賜給我了，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做我嘅門徒，就係話咧，天上地下所有嘅權柄咧都已經俾我哋嘅。咁係咪個個基督徒都好深信自己有權柄咧？係咪個個都好深信自己有權柄咧？有時咧聽過，不過咧實行出嚟咧就唔係咁相信喎。其實我哋真係咧係好特別嘅身份嘅，係非常特別嘅身份。我哋咧喺神裏面咧係有特別嘅權柄嘅。咁我咧分享一下我近來一件事發生咧，係激勵大家，唔係話我咩好啊。其實我話我唔夠，我係唔係我好，係神喺我軟弱嘅時候揀選我嘅。大家可以望呢度得噶啦，唔使望緊紙啊！我叫你望嗰時先望。咁咧就我最近咧去南非去宣教，其實我而家去世界不同國家去訓練人侍奉神啊。咁我去到南非咧，就有一個姊妹喎同我講喎。咁咧呢個姊妹咧，佢咧就話佢喺我未嚟嗰日嘅禮拜二，即係嗰日禮拜二咧，我飛去啦。佢喺清晨嘅時候就發咗個夢。咁個夢咧，佢發生咩事咧？佢就俾一個人追啊！佢就好驚，喺度跑。咁咧，然後咧，佢就見到間屋，見到裏面咧有個中國嘅細路仔喎。佢話佢從來冇見過喺夢中見過中國人嘅。然後咧，佢就敲個窗，叫佢俾佢入去。入去咧就見到啲中國人喺度祈禱啊。然後就見到我出現啦。咁我就同佢講，我話你想唔想我為你祈禱？佢話好啊咁。然後咧，我為佢祈禱，一見佢咧，佢就話咧即刻覺得好大嘅喜樂同埋愛咧湧喺佢裏面。跟住咧，佢就醒咯喎！一醒嘅時候咧，仍然充滿喜樂同埋愛嘅。咁呢個咧係喺我經歷中第六次有人未識得我而發夢見到我。嗱，我唔係話我自己好啊，我係話咧，當你真係相信神嘅恩典，活在神嘅愛中咧，神咧喺你生命中有奇妙計劃嘅。佢會用不同嘅人咧，你使用你去祝福別人。嗱，唔係每一個人有呢啲經歷，即係我都好驚訝，好感謝神，唔係我好啊，我再重新講一次。不是我好，而是呢我是真的呢當我是軟弱的時候神揀選我的。但是呢當你行成的路，全心信靠祂，親近祂，遵從祂，時時都喜歡神呢，你時時將你的生命獻給主，神就會越來越祝福你，越來越使用你的。這個是第六個人呢在夢中見到夢中見到我師母。而祂怎樣，祂說怎知道我呢？第一就是祂樣子，我眼神。第二咧就係講説話嘅內容，都係講到關於神嘅愛同埋喜樂嘅。咁咧同埋點樣處理生命嘅。咁然後第三咧就係祈禱嗰時嘅經歷咧，同我去到嘅時候一樣嘅。咁啊，去到祈禱咧，亦都係見到係咁樣。咁大家咧，如果你有 Facebook 嘅 ，Facebook 咧你揾葉牧，因為咧 Facebook 唔可以用我嘅葉牧師，我牧師嘅呢個身份咧，佢唔俾嘅。咁咧就佢當係個名啊，咁啊我當係牧師嘅牧啦，當係個名啊葉牧就得。咁你如果你有 Facebook 咧，你上網揾葉牧咧，你就會見到，你插翻前啲咧，你就會見到你影片有中文字幕嘅，呢一個係講英文有中文字幕嘅。咁另外有第七個人喎，又喺當地咧，佢係祈禱咧，佢又見到蒙蒙地有個人喎，然後佢就求神俾佢睇清嗰啲，睇清嗰啲嘅時候咧，佢見到個眼神咧。後來見翻我咧，都係咁樣樣嘅。咁佢咧又係即係覺得咧，神咧就叫佢為我祈禱。咁我想話乜嘢咧？就係神喺你生命中係有奇妙計劃，佢睇重你嘅。你同隔離一個神睇重你嘅，神歡喜你嘅，神中意你嘅，神想大大使用你嘅。唔好睇小自己，同隔離講唔好睇小自己啊！你仲有好長嘅時間祝福人噶。哈利路亞！其實咧，我唔係比你年輕嘅，你知唔知啊？你知我幾多歲啊？好後生啦！幾集？2蚊。哇！我65歲半啦，已經。我已經咧，我咧喺神裏面咧，俾我有精力、有力量，並且去列國去宣教，又喺香港有侍奉嘅訓練，同埋咧。是興起人去侍奉主，其實你們都可以的，你們一步步可以被提升的，就是神給我們這個權柄，你要捉實這個權柄，神給你的東西你要不要啊？要。很多人就覺得這樣的，
翻教堂就要啦，翻屋企咪睇電視咯，係咪啊？懶下啦，去下旅行啦，即係就覺得咧，神嘅嘢咧，總之你翻教堂又總之有啲侍奉就叫做好好。其實咧，我想話咧，你越行喺神嘅計劃就越好。有些少地方唔係行喺神嘅計劃，即係話你譬如脾氣啊、情緒啊、負面嘅思想啊影響嘅時候咧，你行唔到神嘅計劃，呢樣嘢就破壞你。嗱，我想問你一個桶咧，成個桶都完整喎，不過有個窿仔，咁啊完唔完整啊？唔完整喎，你就算個桶幾靚都好，一個窿仔，成個桶可以冇用係咪啊？我哋生命都係嘅，有啲咁多破口就可以破壞整個生命。所以我哋學習要處理生命裏面所有嘅垃圾，嗰啲俾人激親啊、怒躁啊、嬲人啊、唔饒恕人啊，呢啲全部咧，我哋都靠耶穌處理。你成個生命俾曬耶穌，其實我哋都幾廿歲啦，係咪啊？個個都幾廿歲啦，幾廿歲仲有幾長時候咧？唔知道，真係唔知喎。我都唔知有幾耐。我希望神俾我耐啲，因為神咧而家咧俾咗我好多信息啊，我感謝神啊。即係我聆聽神啊。親近神我就領受好多神俾我教導，是非常好的。我真係我唔係話我好，是神俾我的。你上網聽會聽到不同的教導，輕鬆得勝啦，點樣活在神的愛中，由處理生命各有問題，然後發揮生命啦。從神的角度睇萬物，就是神咧係一切有計劃的，咩困難都不會搞到我哋嘅，咩困難都攔阻唔到嘅。我哋的生命過都有一個很奇妙的方向嘅。並且咧就呢個發揚神屬性講道法，即係咩經文都睇到神嗰個美好啊，睇到神嗰種溫和接納人、愛人、體重人、關心人，同埋佢嘅聰明智慧、佢嘅美感。你有冇睇到啲蝴蝶係咪好多種顏色啊？啲雀仔，如果你上網睇咧，睇到更加多嘅雀仔啊、魚啊，真係好多種顏色。神配搭顏色好特別嘅喎，有啲顏色咧。即係譬如人著衫會又紅又綠噶嘛，但有啲雀仔又紅又綠，又藍又紫，又黃，成隻雀仔好多種顏色都有嘅。但係咧背帶起嚟又好靚喎。神咧就係咁奇妙，佢啲顏色咧係我哋整唔到顏色，係即係你整嘅衫你整唔到神做嘅萬物嗰種美麗。所以神嘅屬性佢嘅藝術性都係好好嘅。就算你望一條草咧，望一塊葉咧，同你影幅相係唔同樣嘅。你留意一下。嗰條草咧，你睇到啲生命嘅氣息嘅。你影幅相咧係扁咗嘅，你留意啊，係唔同嘅。你睇啲布咧係扁嘅，即係雖然你就啲靚啲顏色靚啊，都係扁嘅。但你望下啲花嗰啲質感係唔同嘅，係咪啊？即係神就係咁好啊！我希望大家中意神，我真係好中意神。當我中意神咧，神就俾我好多嘅教導。你發覺我成日都講到神點樣好，又點樣聖靈充滿，隨時一諗耶穌咧，即刻可以聖靈充滿嘅。嗱，我哋中間有一位姊妹咧，以前我同佢祈禱有成大半年啦，佢咧日日都經歷充滿喜樂嘅，就喺呢個教堂裏面咧，我哋就有一個祈禱會咧，係大半年嘅時間，日日有幾個鐘頭嘅時間，神就係咁好嘅。希望大家咧中意神，好唔好啊？成日咧祈禱都中意神。同埋深信神有好大嘅權柄，我哋可以捉實神好大嘅權柄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睇下呢份嘢咯喎。首先咧就係話，其實咧嗱，嗰啲經文咧我哋就睇，又跟住解釋咧，你就翻屋企先睇，我就會你聽我解釋就得啦。咁同埋咧，你唔單止啊聽我嘅內容，你要留意我點樣講，留意我眼神，留意我身體嘅動作。其實我係訓練人講道嘅喎。嗱，點樣身體動作啊、眼神啊，我都俾大家講一講，等你大家留意一下。大家有冇機會有時分享啊？有冇啊？有啊，係咪？你有冇發覺我嘅眼咧係望不同嘅人嘅喎？而望嘅時候咧就唔係一齊咁樣，係逐個逐個望嘅喎，係每一個眼每一對眼去望嘅。同埋我喐嘅時候咧係由個腳開始嘅，即係有個動作嘅時候咧係個腳開始，唔係淨係個手嘅。係個腳開始，個表情咧係輕鬆嘅、開心嘅，大家都可以咁啊！並且講嘅內容咧係有骨有肉，骨即係咩咧？有個架構啊，肉咧即係有感情啊。咁你留意一下咧，其實我哋點樣更加有效傳揚福音咧？就係你講嘅説話有感情嘅，講出嚟人哋覺得能夠觸摸佢嘅心嘅。好啦，咁要講到第一點咧，就係話如果有一個人有聖旨啊。皇帝俾佢聖旨，當呢個聖旨嚟到嘅時候，嗰啲人即刻要點樣啊？你睇電影、電視有冇睇過啊？
即刻要跪低喎，接旨喎，係咪嗱？嗱，我唔係鼓勵你睇電視，其實我鼓勵你唔好睇，盡量唔好睇。我咧除咗睇新聞咧，同埋食飯時睇新聞，同埋啲動物嗰啲電影咧，我都唔睇嘅，因為咧我覺得咧嘥時間，我用更多時間親近神更好。嗱，當皇帝嘅玉嗰個聖旨一嚟到，啲人就要接聖旨係咪？要跪低，皇帝話要做乜，佢就要做乜。嗱，當神嘅旨意嚟到嘅時候，我哋係咪咁樣接神嘅聖旨啊？我哋係咪咁樣接法啊？神話愛人如己咁啦，係啊，係愛人如己。神話如説人係咪即刻愛如説人啊？有時唔係喎，其實咧，神亦都俾我哋權柄，你嘅信心就有粒芥菜種啦。就算你叫呢座山移去，都可以移去喎。原來神係咁有權柄能力嘅，希望大家咧捉實神嘅權柄同埋能力。好啦，耶穌要一切嘅權柄，亦都將呢個權柄俾我哋嘅。咁有啲咩權柄？耶穌所講嘅，我一齊讀下馬太28:18。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：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。所有權柄包括乜嘢權柄？你試下講幾樣。乜嘢權柄啊？包括乜嘢權柄？你試下諗下，有啲咩權柄啊？神耶穌有咩權柄？大聲講啊！祝福人嘅權柄，醫治嘅權柄，禱告嘅權柄，仲有咧？醫治嘅權柄，教導嘅權柄，財政嘅權柄都有喎，你前路嘅權柄都有喎，所有萬物一切喺神嘅手中喎，列國嘅權柄神都有喎，一切都有嘅。嗱，咁啊，神係咪俾曬我哋咧？當你去到嗰個位份，佢就俾你。點樣咧？你有心去宣教去服侍，神就俾嗰個國家嗰個權柄俾你喎。如果你唔去，咁你有冇啊？你攞唔到啊！你用唔到啊！係咪？你用唔到。咁你喺你嘅教會裏面，你有冇行使呢個權柄去祝福人咧？嗱，當你默默無聲，又唔出聲，又唔同人招呼，有冇行使呢個權柄啊？冇喎。你去關心人，你就有呢個祝福人嘅權柄喎，係咪啊？當人行使呢啲權柄嘅時候咧，人就話：哇！呢個人好有光彩啊，又好開心啊！有好有關心，好有愛心，係咪咁樣好好啊？但係有冇見到基督徒咧？好似，唉，又冇力啦，又煩啦，又唔開心啦，好似乜嘢權柄都冇嘅，有冇咁嘅人啊？有啊，係有喎。佢應該有，但係佢冇行使出嚟，係咪啊？咁你要唔要行使出嚟啊？要啊，係咪？好啦，以弗所書2:5一齊讀啊。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，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。你們得救是本乎恩，他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好啦，呢、這個經文咧，我哋再睇清楚係幾時發生咧？嗱，我哋大家研經啊，稍微研經一下，係幾時發生咧？當我哋乜嘢咧？死在過犯，即係幾時啊？幾時係死在過犯？佢就便叫我哋與基督重活過嚟，係幾時發生啊？是過去、現在、將來，是過去，是過去哪一陣？當你乜嘢？大聲啲！係啦，未信主之前死咗過犯罪惡啦，然後要基督同活過嚟係幾時啊？信耶穌嗰陣係咪啊？所以喺原文聖經呢個係過去式，即係話當時我哋同耶穌一齊復活，咁咧然後咧我哋得救係本乎恩，然後咧叫我哋與基督一同復活，一同在天上，都是過去式喎。咁你話我都未從升天喎，點解坐在天上呢？原來耶穌所講嘅係講到呢個身份啊。雖然我哋而家喺地上，其實我哋同耶穌活着嘅時候咧，有呢個新嘅生命咧，我哋已經同耶穌一齊喺天上有呢個權柄啊。你係有天上地下嘅權柄，睇下你行使幾多嘅權柄嘅。在以弗所書1:20就講到耶穌坐在天上的什麼權柄，一起讀一下，在前後兩行大家看到的以弗所書1:20，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大能大力，使他從死裡復活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，遠超過一切執政的、掌權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，為一切有名的，不但是今世的，連來世的也都超過了。這個講到呢，在基督身上運行的大能大力，就叫他從死裡復活，
叫食父之後咧，然後坐喺邊度啊？坐喺神嘅右邊，又超過乜嘢？超過一切乜嘢？執政嘅、掌權嘅、有能嘅、主治嘅，一切有名嘅，不而且今世來世都超過。即係話耶穌有乜嘢權柄啊？所有權柄，全部所有都服在耶穌之下。咁我哋同耶穌一齊坐喺天上，即係乜嘢啊？我哋就同耶穌一齊有呢個權柄。嗱，呢個權柄一定係要行使嘅，係一定係信靠神，信靠神俾我呢個權柄，親近神，遵從神。如果基督徒冇親近神，如果你唔常喺耶穌裏面，你們就不能咩啊？作什麼？唔喺耶穌裏面就不能作什麼？一定喺耶穌裏面，並且凡事遵從神咧，你就越做越大。你的生命，你看回你將來去到天堂，你看回你的生命，你就說哎呀，感謝神啊，我真的有發揮我的生命，我真的有活出神的計劃，你就很開心了。但如果你去到天堂，你說咦，有些人哇，真的他的生命發揮很大，到你的時候，耶穌說你有什麼帶給我啊？兩梳蕉啊，耶穌有兩梳蕉我帶給你啊。你想帶兩梳蕉，還是兩梳蕉給耶穌啊？不想啊。其實你今天耶穌說是不是你要做大事才有這個賞賜啊？是不是要做很大的事？耶穌說什麼？只把一杯涼水給這小子女一個喝，這人不能不得賞賜啊。一杯涼水都有賞賜，那何況你關心人、問候人、祝福人、全福音為他祈禱，是不是更有賞賜啊？所以這樣耶穌是讓你知道很容易的，一起說，耶穌告訴我們是很容易的，一杯涼水就可以了。不過不要停留一杯涼水，是不是繼續去行的時候呢，神就歡喜你，即是我們在天上有這個權柄，跟耶穌一起坐在天上。跟我說一次，我們當我們死在罪惡過犯的時候，耶穌就叫我們活過來，我們就跟他一起復活，一起坐在天上，有天上地下的權柄，我們可以行使這些權柄。只要我們信靠神、親近神、遵從神，就行使這個權柄。如果埋藏在地裡面，不單沒有這個權柄，有一天還要接受神的審判。要不要埋藏在地裡啊？不要啊，埋藏在地裡很慘啊，那個人趕了出面，黑暗是哪裡來的？黑暗地獄，地獄來的，會不會是天堂啊？不會的，不會是天堂啊。所以大家看看馬太25章，你看到三個比喻末後的審判，都是講到如果你埋藏在地裡面，你就趕去黑暗那裡，沒有做在小子身上，那是怎樣進入永刑。所以千萬不要這樣去捉實神的權柄。我們呢是怎樣呢？你這樣想象，我們真是大能的勇士，神的王子公主，是滿有權柄的，可以行使出來祝福很多人的。希望大家全心相信，全心進入，不要看小自己。你有沒有看小過自己啊？哎呀，我唔得噶，學唔到噶，好慢噶，冇記憶啊！哎呀，眼睇唔到，耳又聽唔到。嗱，你做到幾多你做幾多，你有信心你就做得更好噶。我感謝神咯，我65歲半係唔使戴老花眼鏡。嗰啲細細粒嗰啲字我都睇到，感謝神，感謝耶穌。好啦。以上講到耶穌的權柄，跟住咧主耶穌的名字都有權柄嘅。好啦，喺路加福音10:17啊，我哋一起讀啊，唔係啊16節，對唔住啊，聽從你們的，就是聽從我；棄絕你們的，就是棄絕我。由馬太18:5，凡為我的名接待一個像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。由馬太18:20，有兩三人奉我的名聚會，那裡就有我在他們中間。嗱，呢個講到咧就係咧，原來我哋有耶穌嘅名字咧係好特別嘅，我哋係稱為基督徒，就係有耶穌嘅名喺你身上。到有一日咧，我哋有呢個印記喎。上了天堂呢，神很容易認的，誰去得到天堂，誰去不到呢，很容易的。誰有聖靈，那些人就有去得天堂。你聽多少聖經都沒用，有些人聽聖經
就算聽好多，佢都聽好多道，就算奉咗多錢咧，佢同耶穌冇關係咧，佢就冇聖靈喺佢心裏面，佢都冇耶穌嘅名喺佢身上。當你同耶穌有關係，當你會睇重耶穌，你祈禱嗰時咧，聖靈感動你，有冇感動你悔改之罪啊？有冇啊？當你有回應聽耶穌話咧，你就同耶穌有關係啦。當耶穌吩咐你去饒恕人、祝福人，你有冇回應耶穌呢？你回應耶穌咧，你就同佢有關係啦。咁嘅時候咧，你就有呢個名字喺你嘅身上啦。咁呢度咧就係點樣咧？哇！講到咧，聽從我哋就聽從耶穌喎。哇！我哋嗰啲説話有冇權柄啊？即係我而家講呢啲，你聽從咧，你就聽從耶穌噶咯。係咪好有權柄啊？你都可以有呢個權柄喎。跟住第十啊馬太十八章五節，為我嘅名啊，因為耶穌嘅名接待一個小孩子就係接待耶穌喎，關心一個人。你就是接待耶穌，是不是很好好啊？因為耶穌的名，因為我們是基督徒，我們做在一個小子的身上，任何一個人，其實你可以買些單張，或者教會拿些單張去吃東西啊，又送一張給人。最近神給我設計了一張單張，如果你教會中用你都可以跟我拿，我可以將那些圖畫給你的。那個單張很簡單的，那些單張是什麼？下個禮拜可以給你看的，新年的入邊咪睡得香甜，煩惱低沉嘅入邊咧喜樂，啊激氣牢騷嘅入邊咧平靜，家庭吵鬧嘅就變得咧家庭咧和啊有愛嘅，然後咧就前路迷茫嘅，但咧就能夠叫我哋能夠衝破一切，有六樣嘢，即係話咧係用圖畫嘅喎，一個好容易用嘅單張。嗱，如果你教會中意咧，我就可以將呢個圖俾你哋。就可以整咗呢個咧，就變成咧，即係可以用嚟隨時咧俾人啊！你知唔知啊？耶穌會幫嗰啲失眠嘅人嘅喎，嗰啲煩惱嘅人喎，唔開心嘅人喎，耶穌都可以幫助你嘅。我哋有呢個主名嘅權柄咧，你去到邊度祝福人，啲人就歡喜你啦。好啦，跟住咧，馬太十八章二十節，奉耶穌嘅名聚會。嗱，我哋要珍惜喎，奉耶穌名聚會，耶穌喺度啊！耶穌在這裡，所以呢你祈禱的時候你不要想著，有些人祈禱這樣，耶穌啊快點來聽我啦，耶穌麻煩你快點來啦，我好慘啊，我有病啊，為什麼你這麼久都不醫我呢？那種信即是沒有信心，就是覺得耶穌很遠啊。其實耶穌在哪裡啊？在這裡，耶穌在這裡敲著你的門啊，耶穌啊多謝你現在在這裡，這個信心啊，捉實神的權柄，耶穌現在在這裡，一起跟我說耶穌現在在這裡，耶穌現在想祝福我，耶穌有很多恩典給緊我，我有信心馬上拿到，哈利路亞，有什麼好不好啊？原來耶穌的名字很有權柄的，所以你不要看出耶穌的名字，在你的屋企放多一些耶穌的名字，十字架耶穌的名字在你的屋企。第三，身份的權柄與主的關係，約翰福音一章十二節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。哇，我們有一個很特別身份，譬如有些人在以前香港九七之前很多年，六幾年的時候有很多什麼菠蘿啊，什麼有沒有聽過土製菠蘿呢？那時候人們猛咁申請移民的，一拿到什麼國家的身份，哇很開心，是不是地上的國家，但有時去到咧又覺得唔係咁好，結果又翻嚟香港咯。但我哋有天國的權柄，係咪更加緊要？將來你入得天國嘅喎，哇！將來你譬如你而家你唔帶任何身，即係你就係帶住香港身份證，你可唔可以去美國啊？你唔可以去美國嘅，你需要美國嘅 visa 或者係美國嘅身份證，你先可以入得去美國嘅。去天堂你就話啊，我冇信耶穌，我上天堂得唔得？唔得嘅喎，你話我排隊排嗰度啦，我將來排隊排嗰度得唔得？都唔得喎。嗱，我哋有呢個權柄係好特別嘅，希望大家話哇，真係好，一齊講啊，有表情咁講，哇，真係好啦，我有神嘅名喺我身上啊，我就係神嘅兒女啊，好勁啊！好啦，然後咧，真理嘅權柄，我哋有聖經嘅真理。呢、这個世界上有冇歪理啊？我想問下大家，好多歪理喎。嗱，譬如有啲歪理，有啲基督徒都信喎。譬如我講啲例子俾你聽啊，大聲嗰個咧就叻啲嘅，
有冇呢個咁嘅大話？有啲人相信喎，大聲啊，大聲夾惡咧就贏噶啦。有冇相信呢啲説話？有啲人相信喎，你有冇試過啊？有冇試過大聲夾惡就覺得咧，老公啊，咁咧老公就要聽我話啦。呢個係咪真理啊？呢個係歪理，我哋要分辨乜嘢係真理，乜嘢係歪理。有好多人信好多歪理喎，譬如話事情唔好就要煩噶啦，係咪？你有冇乜情況？事情唔好係咪你都依然啊爭取去依靠神有喜樂啊？抑或哎呀好煩啊，哎呀好慘啊，好苦啊？有冇咁嘅情況啊？就會喎，容易。呢個係人嘅本性，因為罪性啊，人嘅本性係容易有歪理嘅。你有冇發覺同人拗頸咧？兩個都有歪理噶，硬係講唔贏噶喎。你同你丈夫太太有時講，好似講極都講唔贏喎。佢有佢有佢公説公有理，婆説婆有理，但係兩個都係歪理。好啦，我哋睇下真理係點啊？馬太五章十九節，所以無論何人廢掉這戒命中最少的一條，又教訓人這樣做，他在天國要稱為最小的。但無論何人遵守這戒命，又教訓人遵行，他在天國要稱為大的。哇！原來你遵守神的戒命，你又教人咁做，教人去愛人如己，去饒恕人呢？係咪個基督徒都教人饒恕人呢？你有時咁喎。哎呀，嗰人真衰啦！佢咁樣對我，咁另一個基督徒講咩？係啦，啲咁嘅人啊，真係好衰噶！有冇聽過啲基督徒咁講嘢啊？有個喎，唔係係咪個基督徒都話？咁你饒恕佢啦，體恤佢啦，關心佢啦，接納佢，係咪個個都咁講噶？唔係，未必噶喎。所以咧，我哋要跟從真理。當你勸人，雖然佢對你唔好，你都饒恕佢，體恤佢啦。體恤係饒恕嘅鎖匙啦。點樣體恤咧？其實佢細個俾人鬧過好多，係咪？其實嗰啲鬧人嗰啲人係俾人鬧過好多，佢俾人鬧過好多，所以佢已經有一種鬧人嘅習慣。佢其實自己都唔開心噶。當你咁樣諗佢嘅時候，其實你諗下嗰啲成日鬧人嗰啲人係咪其實佢都唔開心噶？其實佢好慘噶。當你諗到佢好慘咧，你就會憐恤佢啊。並且有啲係唔信耶穌，佢將來去地獄添噶。就算信耶穌咧，佢有好多做嘅嘢係神中意嘅。佢一路起，一路建造喺基督嘅根基上，一路鬧人，神中唔中意啊？有冇人一路侍奉神，一路哎你做嗰啲唔得啊，我做嗰啲先好啊！哎見到人哋做得好又哎呀佢邊度係好啊，我啲好啲㗎咁。有冇有時呢啲咁樣嘅心態競爭啊？譬如你做開主日學嘅，做開敬拜，第二個做咧，你有個心硬係咧，好似篤眼篤鼻咁啊！佢咧做得其實唔好嘅，啲人又猛咁讚佢，其實佢唔係咁好嘅。我哋會唔會有呢種罪性情出現啊？我哋就知道其實咧，原來我哋裡面好容易有歪理嘅。我哋要清理歪理，好唔好啊？一齊講啊！我哋要奉耶穌嘅名咧，清理歪理啊！清理嗰啲大話，啲世界啲大話。啊！成日睇電視嗰人咧就會入咗啲歪理嗱，咩歪理咧？要女婿咧有錢啊、靚仔啊、高大噶先好要啊！哇！呢、這個冇出息，女啊你唔好要佢啦，佢冇出息啊！即係咧呢啲係歪理，有錢嘅、有力量嘅嗱呢啲咧，其實呢個世界嘅歪理係咪？我哋要跟從真理，而咧當我哋教人咁做，神就歡喜啦，係咪？你喺天國就要稱為大噶啦。嗱，並且你時常思想啊！我成日得閒咧，我就去諗喎，諗下神嘅話語，我又諗下神嘅屬性，諗下神點幾個和善啦、柔和謙卑啦、愛心啦、接納人啦。咁我咧就越欣賞佢啦。我見到乜嘢我都欣賞，見到你哋嘅改變我又欣賞喎。都幾廿歲人都會嚟留心學習，我又欣賞喎，因為神俾你動力啊嘛，係咪啊？有啲人，哎呀，細信耶穌翻屋企喺度瞓下啦，哎呀～瞓晏啲啦，睇下電視啦，去下旅行啦，就諗下嗰啲嘢喎。但係你點會嚟學習係咪好啊？你有冇爭取侍奉神啊？嗱，呢個係權柄嚟喎，你爭取侍奉神，不過唔好同人搶喎，唔好同人爭。但係咧有機會你就嚟做啦。好啦，繼續第二頁啦，信心嘅權柄。對天父有信心，雅各書一章六節，只要憑著信心求，一點不疑惑。第二頁嚇，第二頁一齊再讀過。只要憑著信心求，一點不疑惑，因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風吹動翻騰。嗱，我識得有啲人，
有一個人他跟我說，我要掹牙了，他很害怕，死了，痛死了，說了很多次，跟著他就說我要自殺了，我說自殺比牙痛痛很多的。他呢他心裡面經常都害怕，有什麼事呢又害怕。其實呢我們有信心神是托住我們的，我們一起說，我有信心神托住我們的，神看住我們的，不用那麼害怕的。因為我們未求已先，天父已經什麼知道了，他知道會怎樣捲埋手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他知道就為你預備的，所以你不用擔心，有什麼事發生都好，醫生說有什麼報告呢，不用怕到死死下，哎呀疼疼親，死了，我不知道怎麼辦好了，現在哎呀醫生說我有什麼病了，不要緊的。我們在世上日子有幾長，我們就歡喜快樂感謝神享受神，行不行？不要緊的。好，有對天父有信心。很多人祈禱，他說哎牧師你為我祈禱，我很擔心很多事。我就跟他說，其實耶穌關心你的事比你關心更加關心。跟我說一次，耶穌關心我們的事比我們更加關心。耶穌關心我們的事比我們更加關心。因為我們周時就覺得耶穌就不關心，很多人就覺得我要求耶穌你祈禱是對的，不過有些人就好像覺得耶穌好像睡了覺一樣，耶穌麻煩你快點幫我，快點幫我，你何時幫我，你這麼久都沒幫我。有些人祈禱會這樣的心態，其實我祈禱呢，我耶穌啊你一切都知道，感謝耶穌你這麼好。其實我多數呢不是為自己祈禱的，我多數享受神，神真的好了，感謝耶穌，耶穌真的好了，耶穌在祝福的我，是信心相信神做的，是憑應許的，聖經說了的嘛，是不是？神話了，所以我們捉實神的應許，我就知道我先求神的國和義，這些一切都會怎樣，都會加給我了，我不用怕的，神真的加好多給我，神讓我開不同的門路去祝福不同的人。我去一個國家他又為我開幾個國家，我去到那裡他說麻煩你快點回來，麻煩你去哪裡。原來呢當你有這個心的時候，神就給你很大的權柄。你相不相信你前面的路更加美好啊？你不會一步登天，但你由今天開始有什麼眼前做得你就做，在眼前你有機會你不斷親近神，由早到晚都讚美神，耶穌愛緊我，宣告耶穌愛緊我的，耶穌跟我一起的，這樣的時候神的同在就加強你身上了。好了，接著第六了，一起讀一下，進入侍奉和神的奇妙計劃的權柄，人不能攔阻的，即是沒有人能夠攔阻，就算你老公說不好，你不用跟他硬拼，但是你有你的權的，你有你的權，你不用跟他硬拼，但是你有權去祝福人，這個是神給我這個計劃。羅馬書十二章一到二節一起讀一下，所以弟兄們，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，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，是聖潔的，是神所喜悅的，你們如此侍奉乃是理所當然的，不要效法這個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，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順全可喜悅的旨意。神的旨意是怎樣的？善良順全可喜悅的旨意，善良即是良善的，是美好的，順全即是完美的，可喜悅是誰喜悅呢？耶穌，耶穌喜悅，人喜不喜悅呢？人又喜悅，神和人都喜悅的計劃，當你行這個計劃，神又歡喜，你又歡喜，你行在神的計劃是最好的。我想告訴大家，大家都看著我就可以了，人有人的計劃，人的計劃是不是一定最好的？不是最好的，不是的，第一行不到出來，第二你的計劃內容未必那麼好，是不是？但是神的計劃是不是最好的？是最好，並且行不行到出來的？行到，只要你信靠親近遵從，經常我都講三個名詞一起講，信靠親近遵從，這個就是我們同神關係。第一信靠祂，祂是最好的，祂凡事祝福我，赦免我的罪，救我的靈魂。親近祈禱看聖經，思想神的話語，經常親近神。遵從凡事遵從，包括侍奉神，這個就是行在神的路上。當你行在神的路上，這個計劃就會在你身上彰顯。但其實神個個人都有個計劃過，不過是不是自動進入呢？我想問大家是不是自動進入？這個經文說要做三樣東西，
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。首先你將生命獻上，我想問你，你的生命是不是獻上給耶穌，或是獻上給電視呢？娛樂呢？是哪樣呢？你真的獻上給神啊，你不會後悔的，真的不會後悔。有些人說很悶的，哎呀，在教堂聽到已經悶了，還要日獻給神，很悶的。我告訴你，你真的獻給耶穌，你會享受神。我想告訴你，我每一次想到耶穌，哇，立刻神的愛、神的能力起立即刻來的。是自從1998年這個布道家為我按手，好像電流一樣湧入來，和神的愛湧入來。我就說，什麼這麼好的人跟神關係這麼好，我跟著就猛地祈禱了。一祈禱耶穌的喜樂湧出來，然後很奇妙就是我人祈禱，那些人都經歷到平安喜樂。所以我在爭取一會休息的時間和完了之後，袁福堂就給我們留下有半個小時，誰願意留下的吃遲一陣飯都行不行？吃遲一陣飯幫你經歷聖靈，然後你跟著這六個星期回家幾天親近神，你就日日，你第二天你會怎樣？你祈親到一想耶穌，哇，即刻有喜樂平安，並且為人祈禱，你可以帶很多人信耶穌。你想想這樣嗎？做到天堂的時候，神說後面這些你帶回來的。有些人呢，他見耶穌，耶穌說你帶什麼來啊？兩梳子，因為一群人啊，你想哪樣啊？這群人又帶了另一群啊，因為他們會帶越帶越多的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信耶穌的人，他從來沒有想到我會帶這麼多人信耶穌的。其實你可以帶一個人，他可能祝福很多人的。求主耶穌祝福我們。第一就是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，第二是什麼啊？記不記得有經文啊？不要效法這個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。三樣嘢，第一將乜嘢啊？身體獻上當作活祭。第二咧，唔好效法呢個世界，包括唔好效法嗰啲電視劇啦、嗰啲廣告啦。廣告咧通常都係追求享受啦、娛樂啦、錢啦，係咪啊？追求呢啲嘢嘅喎。然後咧就係心意更新而變化。咁咧你就察驗咯，分辨到喎。跟住你點樣進入呢？就是你進入祝福人。首先親近神和祝福任何一個人，祝福侍奉，有機會幫他，有機會發揮。你一步一步由眼前做起，你不用大野心的，你眼前的人你就祝福他，關心他。你幫到一個，你慢慢幫到兩個，慢慢幫到更多人。你總之見親人你就去祝福，你周圍去街上見到什麼人你都去祝福。如果你有興趣我的單張的，我下次帶來。不過我單張因為是有我自己教會和聚會的資料的，但是你可以有方法，你總之做得到，你就可以見親人都幫人。這個單張有什麼特別呢？就是有圖畫，不是只是字，你要找到一些圖畫都可以跟別人談，耶穌這樣去祝福你。這個就是我們有這個權柄。好了，跟著中間那裡第二，為什麼這麼多基督徒會覺得自己沒有權柄？我想問大家，你是不是經常覺得自己有權柄？是不是經常覺得？有時不是，有時沒想到原來我們有這麼大的權。因為覺得什麼呢？第一，覺得自己軟弱就沒有權柄。能力與權柄是不同的，我們記住能力和權柄不同。有個基督徒可能他有病，智力又不高，讀書又不多，記憶力又不好，但我想問你，他有沒有權利奉耶穌名趕鬼啊？有啊，即是他能力不大，不過他有權柄。你行使這個權柄，你就開始發覺，咦，在我身上有一個很大的權柄啊。所以聖經裡面講到呢，神呢揀選那些軟弱的，叫那些剛強的羞愧，又揀選那些愚拙的，叫那些智慧的羞愧。所以你知道，哇，原來我們有這麼大權柄啊。不要看你的智力，不要看你的眼的視力，不要看你的記憶力，是看你在神裡面的權柄。你越行使這個權柄，你就越健康。我感謝神，在我年輕的時候開始一路跟從神，神就保守我身體健康，心情快樂，眼睛明亮，人緣又好，又學到不同的智慧，學到不同的東西，一路進步。感謝神。你可不可以呢？現在你還行還走得，你現在還是有力，還可不可以進步？還可以，不要看小自己，不要說不行的了，哎呀，等年輕人做吧。
啲後生仔同你做咗同你有冇關係啊？你上到天堂嗰時候神話後生仔做咗你唔使做啦，係咪咁啊？耶穌係咁啊？唔係喎，你自己要交帳喎。好啦，同埋唔慣行使權柄，好多人係唔慣行使權柄嘅。好啦，咁我哋有嗱，我喺呢個時候咧，我哋呢張紙唔講住，我講些少關於經歷聖靈，然後跟住邊個留低休息嗰陣，你就可以經歷聖靈。其實神好想充滿我哋啦，聖靈充滿咧係乜嘢咧？聖靈充滿就係同神有密切關係，即係你唔好諗到啊點樣經歷，好多人就諗到咩經歷，其實唔係咁諗，就係咧神同我一齊，好強烈嘅同在就係聖靈充滿。而神係好想嘅，即係記住呢樣嘢，一齊講，神好想充滿我哋噶，神好想同我哋有密切關係噶，神係我哋嘅爸爸，爸爸錫仔女噶，爸爸中意仔女噶，爸爸中意黐住仔女噶，只要你嘅心話耶穌，我需要你。嗱，有啲人祈禱就講嘢啫，神啊，快啲充滿我啦，快啲啊，快啲啊，充滿我啦，充滿我啦，即係講嘢啫。好多人嘅祈禱是電郵式的祈禱，第一求神給我健康，第二給我錢，第三給我仔快來探我，第四什麼什麼什麼，即是只是祈求事項，心就不到、心怎麼到呢？當你想到神那麼好，心就搭堂的，真是神想到神就搭堂，哇神真是好。你喜歡吃東西嗎？喜歡吃東西誰做的食物？神做好唔好食啊！啲嘢，哇，真係各樣嘢唔同嘅香味喎，係咪啊？芒果有芒果嘅香味，係咪啊？其實好多種食物咧，你唔好淨係食聞下先，有種香味喎，啲花香味，樣樣嘅靚嘢，係咪？人嘅眼睛都有感情喎，係咪？其實你望同人傾偈，你欣賞下人嘅眼睛、人嘅表情，係咪都係好好啊？來自神，你就中意神，神啊，你真係好啦！啊，呢個就係個鎖匙，個心中意神，中意到不得了。好啦，想問下有冇一個人、兩個人出嚟，我試晚黑為你祈禱啦。點解呢？我想鼓勵其他人，好，快啲出，快啲出，係感謝主啊！呢兩個勇敢，勇敢嘅，好，三個都好啦 ，OK， 好，放鬆人啦。嗱，我只係為佢祈禱一陣嘅啫，但係咧。神的靈都是臨在的，放鬆人啊，多謝天父，我做什麼呢？我的心就喜歡神，多謝耶穌，多謝天父，耶穌真好啊，耶穌陪著我們，大家合埋眼睛，起身，耶穌跟我們一起，哦耶穌，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，赞美主，赞美耶稣，耶稣爱我，哦耶稣。歡喜你啊！你個心底處去講乜？耶穌，我哋歡喜你啊！我哋中意你啊！我哋感謝你啊！有你真好啊！有你我哋就有一切啦，乜嘢都有曬。有耶穌真好啊！歡迎耶穌，歡迎耶穌嚟啊！我需要耶穌，我中意耶穌。有耶穌真好啊！我心裡真係感動，因為有耶穌嘅緣故，我就好感動，好感動。耶穌你真好，感謝主祈禱奉耶穌名阿門。好啦，我想問下你三位喺祈禱時有冇咩經歷啊？心靈同身體有咩感受？我覺得我身體係不自覺咁搖擺嘅。係，個內心咧？內心係好滿足嘅。好滿足啊！個身體有冇咩感受啊？只是有搖擺和震動，有沒有舒服的感覺？舒服的，對了，
有神咧嚟到咧，叫我哋心歡喜，我哋靈快樂，肉身也安然居住喎。嗱，請問你啦，你有冇咩經歷啊？即係我要感覺到咧，即係我身體係軟軟嘅，同埋咧，即係當年你講耶穌我愛你，即係我心裏咧覺得，即係我流眼淚啦，同埋覺得好愛耶穌。係咯，佢就流眼淚啊！睇到耶穌好真實喎。好啦，弟兄你有咩經歷啊？我覺得個身體喺度搖動，係耶穌真係好愛我哋每一個人，我哋住喺我哋個心裏邊呢個時刻。你的心靈和身體有什麼感受啊？真的身體是動動的。心有沒有覺得輕鬆啊、平安啊？有的，有的。身體呢，有沒有覺得舒服啊？都有的，這個情況是的。是的，我想說呢，身體搖動有什麼聖經根據呢？聖經就說到呢，約翰見到榮耀耶穌，啟示錄一章十七節，他真的伏在地上。本來掃羅是追殺基督徒的，點知喺大馬色嘅路上，佢見到耶穌，佢又跌咗地下。嗰啲兵捉耶穌，耶穌話：我係佢，又跌咗地下。即係話原來神嘅同在強烈，人可以跌喺地下。未咁強烈嘅時候就會有搖動。即係話神係嚟到係有能力嘅。咁咧，首先我話我冇推佢哋喎，冇推佢，我係輕輕咁樣掂住佢啫。係神嘅同在可感受，中間你可能你自己祈禱都感受到嘅。即係呢個咧，都係俾我哋敏感到聖靈嘅臨在。咁咧，而你翻屋企祈禱咧，日日都咁樣享受神咧，你咧就會越嚟越有神嘅同在。你為人祈禱就會好多人病得醫治。你上網睇 YouTube 嘅牧師咧，你會見到好多病得醫治啊，有甚至有癌症都有過，又有趕鬼啊，又有各樣不同嘅病症。神俾我哋嘅權柄，守個病人就比好你好過啊！好啦，我哋繼續睇呢個內容咯喎。希望大家行使呢個權柄，呢個咩權柄咧？有神同在嘅權柄。為人禱告的權柄，帶住神同在的權柄，祝福人的權柄，帶領人信耶穌的權柄，帶領人生命更新的權柄，發揮生命的權柄，並且將來滿有神的賞賜。我們的心不只是諗住賞賜，我們諗住祝福，不要成日哎呀，我又做多一樣啦，又將來又多一樣，多一個多一分啦，唔好咁諗，唔使咁諗嘅。我見到人改變我就歡喜，一齊跟我講，我見到人改變我就歡喜，我幫到人我就歡喜啦，我有機會為人祈禱我就歡喜啦。嗱，呢個咧就一個單純嘅心，就想祝福人嘅心。好啦，跟住咧我哋就睇啦，我哋有權柄做乜嘢嘢？第一咧，一齊讀下傳福音，就係話俾人聽佢罪得赦免，神可以釋放佢、醫治佢。傳福音係我哋權柄喎，因為咧傳福音係好大、好嚴重、好唔係嚴重啊，好重要啊！好重要，好緊要啊！點解咧？傳福音就等於開天門啊，係咪啊？你就開天門，呢、這個人入咗去噶啦，係好緊要噶。將來佢就話：啊，多得你當日幫我啊，開咗天門，我就入咗天門啦。我而家係神嘅仔女，真好啦。佢就會多謝你。你上到天堂，佢就：哎呀，多謝你啊！你以前幫我，而家嚟到天堂真係好啦。俾咗我啲家人都嚟曬啦，係咪好好啊？第二啦。奉耶穌嘅一齊讀啊！奉耶穌名禱告、讚美、代禱，來到神面前與神有親密關係。嗱，呢個好緊要真係。我哋有呢個權柄，我哋親近神。嗱，有啲人就話：哎呀，神啊，唔聽我哋祈禱。其實呢個係缺乏信心嘅祈禱。譬如話：神啊，你幾時醫我啊？呢個係缺乏信心嘅祈禱。我哋點樣咧？有信心。神成日都愛我哋，神成日都祝福我哋。根本咧，你一親近神，神一定親近你。所以咧，我哋有呢個權柄。神同我一齊跟我講，我哋有呢個權柄，神成日同我一齊嘅。我奉耶穌名祈禱係好有權柄嘅，神又同我一齊。我未祈禱，神已經同我一齊。我隨時有神同我一齊。我越祈禱，神嘅同在越強烈。咁樣你祈禱時咧，就唔係話神啊呀，你喺邊度啊？而係話神啊，我知道你喺度啦。嗱，跟我講，神啊，我知道你喺度啊。神啊，我知道你祝福緊我啊。我知道你幫緊我啊。我知道你醫緊我啊。我知道你加緊我力量啊。我知道你使用我啊。呢個好緊要，呢個信心啊。咩叫信心咧？啊，你跟我講六個字：神做事我放心。神做事。神應許我放心。神應許我。嗱，我想問你，神應許嘅佢會唔會做啊？你仲會放心啊？人嘅嘢有時唔放心喎，係咪啊？但係神放唔放心啊？
所以神應許就放心，他說了親近你，他會不會親近你啊？他一定親近你的。同埋咧，神做事我哋使唔使放唔放心啊？放心啊！嗱，我想問你，你有冇有時有一個人咧，你交託佢做一樣，佢真係好放心嘅嚇、啊。你話咗俾佢聽做乜嘢，佢一定做曬，並且咧就做得有餘嘅。佢譬如佢負責一班人，佢會個個都即係肯定佢哋個個都做緊嘢，結果成個工作都做得好嘅。你有冇識得咁嘅人啊？有喎、啊。你有冇識得有啲人咧就成日遲到，你叫佢做乜佢又唔記得曬，有冇咁嘅人啊？嗱，嗰啲真係你交託得俾佢嗰啲人，係咪你覺得好開心啊？有個人交託得可以交託俾佢嘅，我想問你，神係可以交託噶？可以啊，全部事實係神交託我哋，神一定做曬佢應承做嘅。所以咧，係咪日日都可以好開心啊？有信心啊？係咪啊？希望大家咧就唔好話神啊，你喺邊度？唔好再講呢句啦。神就喺度，係咪啊？神隨時喺度，神隨時祝福，咁咧就係有信心。嗱，有信心有啲人就諗住我要好有信心，我要加強信心。神啊，我好信好信，信心唔係咁噶。神啊，我知道你係咁好噶，我知道你應承我一定做噶，我知道你一定祝福我。呢、這個就係信心啊，係咪好輕鬆啊？嗱，用個比喻，譬如你爸爸，佢應承咗你一定做嘅。咁佢應承咗你，佢一定嚟。咁佢係咪一定嚟啊？咁你使唔使要好大力咁信？我爸爸一定嚟嘅，我要好信，好信我爸爸一定嚟嘅，使唔使啊？唔使喎，佢話咗嚟就一定嚟喎。如果佢嚟唔到，你知道梗係有個原因啦。可能咧真係車爆胎啦，可能咧真係啲車冇到啦，塞車啦。佢如果唔係，佢一定嚟到嘅。佢唔嚟到咧，佢係已經嚟緊嘅。你如果你爸爸係，一定答應一定做，你就會有信心，是吧？所以我希望大家對神有信心，所以呢個是非常重要的，這個權柄。我知道我奉耶穌名祈禱是大有權柄，為什麼我會請人出來祈禱呢？因為我知道神答應了，因為聖經說的嘛，我們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，神可以祝福的嘛，我知道神的同在嘛，所以我就次聚會我介紹四年工作，我都說有誰願意出來，那你就看著經歷的了。原來神話咗佢一定做，一齊跟我講啊！神話咗佢一定做嘅。好啦，同埋第三啦，一齊讀啊！得著各樣的福氣，屬靈的恩賜、供應、能力、智慧。嗱，神有冇應承呢啲嘢啊？有喎、啊，佢話你先求佢嘅國同佢嘅義，一切加俾我哋。嗱，但係聖經有講到嘅，妄求嘅得唔得到啊？妄求嘅就唔好話，哎呀神啊，我要咧啊，我嘅女婿咧要好多錢嘅，要好多錢嗰種女婿我先要嘅咁。嗱，呢個妄求啊，但係你喺屬神裏面揾嘅，求神俾你嘅，神會俾你嘅屬靈嘅各方面嘅各樣嘅福氣啊，屬靈嘅福氣，各樣嘅福氣都會有啦，各樣嘅恩賜、信心、供應、能力同埋智慧。嗱，我好感謝神啊，神俾我好多教導，越嚟越多，真係越嚟越多。我次次祈得到啊，就神就俾啲嘢我噶啦。所以咧，你聽我的教導咧，好簡單喎。又好易明白喎，又好實際喎，呢個係神俾我嘅教導，呢個係神賜嘅，好寶啊！好，你可唔可以用翻呢啲教導啊？你可唔可以咁話俾人聽啊？你話好容易親近神啊，神已經等咗你億萬年噶啦，已經暗戀咗你好耐，係咪真啊？係喎，聖經又講到創世以前喎，聖經又講到創世以前已經認識我哋嘅喎，所以神而且佢係愛嘛，神是愛，神係愛，佢能唔能夠唔愛啊？不能夠，他一定永遠都愛我們的，所以呢我們有信心神會給各樣的屬靈的福氣。但有些人說我的而且確沒有、啊、我們這樣看，你不是跟人比較，我要好像他那麼多恩賜，那你這樣看呢，有時你就說他多一點、啊、我少一點、啊、神給每一個人不同的。你有沒有恩賜啊？有，你就看你有那些、啊、你那些可不可以 發揮啊？可以喎、啊，你就唔好話我要好似嗰個報道家咁啊！我要一祈禱咧一萬人信耶穌，咁係咪即係呢個係神冇俾你恩賜，你唔使要人哋嘅恩賜，你有嘅你就發揮就得啦，係咪啊？你有冇恩賜可以發揮啊？可以，你幫到一個人你就幫兩個，一路幫落去咧，你唔好睇小你自己喎、啊。你如果你日日都出街去幫人咧，你一年幫365個咧，哇個數目好犀利喎！你將來開大間教會都得嘅喎，係咪啊？係咪可唔可以啊？
可以的，希望大家有这个信心，行不行？好了，第四一起读，祷告带来医病赶鬼和各样神迹。我想问大家，你信不信有神迹的？有。有几个信举手？感谢主。好，放低手。我第二个问题，有几个祈祷有神迹举手？有几个你祈过祷之后有神迹发生的举手？都有很多个，感谢主，不过少了一些。为什么会不是个个有呢？因为有些人没有用到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要出去用？你放心去用，不要怕，不要想死了，如果没有那怎么办呢？不用怕。我想告诉你，圣经都有记载，有些人圣灵充满都可以有病，不是一定担保一定医好。譬如保罗都说到，他说我初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我有病，加拉太书说的。提摩太因为他屡次患病，所以稍微用点酒，记不记得？以巴弗提几乎要死，特罗菲摩也都是曾经有病，即是说这些人跟保罗有关系都可以有病，即是我们不能够担保，不过我们祈祷会见到人改善，见到人的心平安轻省，也都是有很多得医治，有些呢是改善，有些是完全得医治的。好了，马可十六章十七节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，说新方言，手能拿蛇，若看到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这个圣经说过，谁有神迹啊？是不是牧师啊？是哪些人啊？信的就有，可以做什么事啊？奉耶稣名赶鬼，这有几个人知道赶鬼啊？有些人说，感谢主，我想告诉你，有些人邪灵是很彰顯的，很明顯的，你跟他祈禱，哇，你一祈禱或者趕邪靈，或者你祈禱他硬了的，他很害怕的，裡面硬住的，那些很明顯的，但有些沒那麼明顯的。那有些什麼呢？有時他少少硬住，還有你用眼望住他趕邪靈，他會覺得朦朦地的，見到你朦朦地的，這個是輕微的邪靈的情況。譬如有些人說經常都發夢見到鬼啊，或者咧，成日都有啲嘢搞佢啊，咁你可以嘗試同佢祈禱。咁如果你唔夠信心，你揾幾個人一齊同佢祈禱。但你試下做下，先去揾傳道人，因為點解咧？你揾傳道人搞掂，你又冇經驗啊，係咪？你嘈啊嘛，自己嘈啊嘛。咁你知道你都有呢個權柄，你做過一次咧，就第二次做更多啦，係咪啊？咁你做完，你帶俾傳道人去幫助佢。但係咧，你第一步你試下做先，係咪啊？甚至冇其他人，你放膽去做，你可唔可以做得到啊？神俾呢個權柄我嚇，好啦，嗱，咁呢度有講到手能拿蛇，我看你什麼動物有邊受害？嗱，呢個咧我就覺得咧係幾時應驗咧？係受逼迫嗰陣時，就唔係你隨街咁啊，成日都飲下啲毒物，行過啲咩有咩坑渠水就試下飲下先。嗱，呢個就唔係神又唔係叫我哋咁樣做嘅，而係咧喺受逼迫嘅時候，我哋可以咁做，同埋憑信心做大事。馬太十七章二十節一齊讀啊！耶穌說：是因你們信心少，我實在告訴你們。你們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種，就是對這座山說：你從這邊挪到那邊，他也必挪去，並且連你們會有一件不能做的事。咁咧，一粒芥菜種嘅信心，即係話總之有同埋活著嘅，你就要吩咐個山挪開喎。咁你話我試過㗎啦，吩咐太平山挪開，佢都冇挪開喎。嗱，呢個傳命咧就唔係叫我哋隨時用嘅。啊！神啊，將呢個教堂搬到我屋企隔離啦，唔該你。即係呢個唔係隨便用嘅，呢、這個權柄幾時用呢？受逼迫嗰陣時有可能啊，有敵人追趕你，你神啊，將呢座山移喺我同個敵人中間。亦都呢個係可以代表某啲好大嘅困難，好似座山。你一祈禱咧，神啊，將呢個困難攞走，就係、是、你總之有信心喺呢個需要嘅情況，神就能夠行神蹟奇事。當你咁樣經歷聖靈，你相唔相信神可以做大事啊？你就相信，咁你咧就話，將來我遇到大嘅事，我需要嘅神就求神俾我哋有呢個信心。即係話原來咧，其實我哋有權柄做好多嘢，我哋只係寫出一部分。但係你有其他情況你遇到，你都有信心。譬如咧，有人咁樣話喺非洲呢個 Heidi Baker， 佢點樣樣咧？佢哋曾經冇嘢食過，佢有好多嘅孤兒，但係好多人信耶穌。有很多的孤兒，又建立了很多牧師訓練那些孤兒，還有其他人訓練做牧師，又建立很多教會。他們曾經試過很多人沒有食物，只有很少食物，他又憑信心，他說可以奉耶穌名可以餵飽5000人。那他們吃雞，不過
神咧就唔係俾一隻隻嗰啲咕咕咕咕咕嗰啲雞嚟喎，如果嗰啲雞又要掹毛又要煮啊，係嗰啲雞好少，點不知分夠幾千人食喎咁樣。啊，呢個都係神蹟喎，神可以行神蹟奇事噶，喺我哋今日都可以有五餅二魚噶。好啦，重要嘅事一齊讀下。重要的事是什么呢？相信神喜悦我们亲近他，就有信心有能力的赞美读经祷告，不怕错不怕失败，勇敢地凭信心行出来。是什么意思呢？相信神很喜悦我们亲近他。有些人说不得的，我很软弱的，我又犯罪我又少祈祷，那你就是祈祷多一点。你犯罪你就求耶稣赦免，立刻去改过，只要你想改过，只要你悔改，神喜不喜悦啊？喜悦。神喜悦，天上都为你欢喜喎。所以任何时间，只要你一愿意亲近神，你悔改，神就喜悦，你就唔使惊话神啊！哎呀，我啲咁少人物，神都系唔听嘅，唔好咁谂。个个都相信，我哋一齐讲啊！我哋每一个都相信，我哋每一个都有大权柄，我哋每一个奉耶稣名都可以行神迹奇事，我哋每一个奉耶稣嘅名可以行大事。我哋嘅生命可以大大嘅發揮，我哋可以帶好多人信耶穌。嗱，正先我哋示範咁多人經歷到聖靈，你想唔想用出嚟啊？嗱，你翻屋企你就多祈禱，同埋同啲基督徒操練，操練完跟住就揾啲朋友啊、親戚啊、家人啊去祈禱。你就開始嗱，你祈禱嘅時候咧問，祈完禱咧嗱，你投入咁祈禱啦，祈完禱你就問佢啦，請你仍然黑埋對眼，跟我講，請你仍然黑埋對眼。請問你祈禱的時候有沒有什麼經歷？請問你在祈禱的時候有沒有什麼經歷或者感受？因為有些人不懂得經歷，有些什麼經歷或者感受？如果他不懂得說，你心有沒有覺得一些、平安啊、輕省啊、舒服啊，身體有沒有覺得舒服啊，這樣那有的時候你就告訴他，這個神的工作，神那麼真，你想耶穌要祝福你啊，他想你就告訴他耶穌的救恩啊，就帶佢信耶穌啦。如果佢信耶穌嘅，你就話你可以將來帶住神嘅能力祝福人、為人祈禱，你就滿有能力，好似謝先我哋為你祈禱咁啦，即刻可以經歷到，係咪？你都可以嘅喎，只要你多信心同埋你多親近神咧，你就可以啦。咁並且咧點樣樣咧？唔好怕錯，好緊要。唔好怕死啦！我做唔到嘅，我做唔到啊，唔得噶。我唔係牧師嚟噶，神係咪話牧師必有神蹟隨著他們啊？不是喎，係個個信嘅人都有，所以咧你唔好睇小自己，呢個係最緊要嘅。嗱，好多人咧就覺得自己好微小嘅咋，我喺教堂坐喺角落頭就得噶啦，有冇咁嘅諗法啊？係咪要咁嘅諗法啊？唔好咁嘅諗法，我哋個個都可以好偉大，但你唔好話驕傲啊！我係好偉大噶，全世界最偉大，你唔使比較，我可以成為一個俾神大大使用嘅人，一齊講啊！我可以成為大大被神使用，你同隔離講，你可以被神大大使用，大大使用，哈利路亞。好啦，嗱呢個權柄嘅禱告嘅例子，我一齊讀啊，一齊有信心起身讀，一齊起身讀啊。嗱，我都介紹一下下面嗰度底下嗰度睇到三個名詞啊，恩典嘅禱告、親近神嘅禱告、互動嘅禱告。是什麼意思啊？恩典下底黑色字在哪裡啊？在第三頁底那裡，恩典。恩典禱告宣告神的愛、神的恩典、神的關心、神的照顧，就是恩典的禱告。親近神的禱告就是什麼呢？讚美神、愛神、感激神。互動的禱告呢，就是你一路親近，我就深信神是聽我祈禱的，神是祝福的，神歡喜的。聖經話咩？神咧因我哋歡欣喜樂，默然愛我哋，且因我哋喜樂而歡呼。所以神一見到你祈禱咧，就好開心嘅。神係開心噶，神好開心。神會話你啲祈禱啊，真係哎呀，我都唔聽你祈禱，會唔會咁樣噶？唔會，你真心神係中意噶。所以嗱，我哋讀呢個祈禱嘅時候有信心嚇，一齊讀啊！主耶穌，我讚美你，因你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是完美的。我想問你。主耶穌，我讚美你，屬於哪一個啊？親近神的祈禱，他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恩是什麼啊？恩典。恩典就是由上至下，由神那裡來的。親近神就是我們向神的互動，就是宣告，就是說一路我祈禱的時候，我深信神在
喺度喜悦紧，即系其实算都系恩典嘅祈祷，我相信神喜悦嘅。啊，继续读我读落去啊，因你受情而蒙恩，使我们可以得着赦免。因你受嘅鞭伤，使我哋可以得到医治啊！嗱，我而家将个语体化，因你流出嘅宝血咧，我哋嘅罪就得到赦免啊！因为你嘅义，使我哋能够称义啦！因为你战胜死亡，我哋可以得着永远嘅生命，同埋唔怕死喎！因为你嘅贫穷，叫我哋成为富足啊！因为你担当我们的羞耻，我们可以分享你的荣耀。因为你忍受我们的拒绝，使我们可以被接纳成为神的儿女。因为你受成为咒诅，使我们可以领受祝福。在你全然的德性之中，我们都有德性的地位。因为你死在十字架上，你胜过了魔鬼的权势。我喺奉耶稣嘅名有权命为人祷告，叫佢经历圣灵，经历安慰、医治同埋释放。我可以靠主自洁，成为贵重嘅器皿。我又可以靠主处理所有生命中嘅问题。我可以进入事奉同埋神奇妙嘅计划，冇人能够拦阻。我可以奉主耶稣嘅名赶出邪灵。祈祷奉耶稣基督嘅圣灵，阿门。嗱，呢啲可以大家翻屋企试下做。試下用，即係記得呢啲宣告。嗱，跟住咧，我就會用個琴咧去帶領。咁咧就點樣咧？幫助大家嗱，呢幾種祈禱記唔記得呢幾種祈禱啊？恩典就係宣告神嘅恩典嘅。嗱，耶穌愛緊我啦。嗱，大家可以坐一坐先嚇。嗱，我再操練一下咩叫恩典祈禱，同埋咧親近神嘅祈禱啊。恩典祈禱就係、是、啊，耶穌愛緊我啦，耶穌關心我啦，耶穌陪伴我啦，耶穌同我一齊，即係從上至下嘅。親近神的祈禱就是多謝天父，讚美天父，我愛耶穌，我感謝耶穌，我需要耶穌，我倚靠耶穌，呢啲從下至上的互動呢，其實就是你祈緊嗰時一路深信神而家好歡喜，佢心裏面深信嘅神嘅歡喜。我而家試下去講一啲土文，你大家講俾我聽，呢個係恩典嘅祈禱，恩典，抑或係我哋嘅親近神或者係互動嘅 ，OK？ 神愛我哋。恩典，好啦，感謝神，你好學得好快喎。我多謝耶穌，好好喎。我愛耶穌，係啦，親近神，耶穌愛我，係乜嘢？係啦，哇，好叻喎。嗱，個心諗住一路祈禱咧，神中意我嘅，呢個又係恩典，又係咧互動喎，即係一路深信神愛緊我嘅。我喺度祈禱，神好開心嘅，係啦，又係恩典，又係互動啊！即係神係好開心，好開心嘅。嗱喺呢一陣，我帶領大家咧，你就放鬆嘅。嗱，亦都中間，如果你可以學習嘅，學習咁樣帶領，就係話咧，帶領人咧去宣告神嘅恩典啦，宣告神嘅愛啦，神嘅同在啦，亦都我哋愛慕神啦。又亦都有時咧有指示嘅，譬如點樣指示咧？嗱，我哋而家投入啦，放鬆嘅人啦。專心啊！打開個心，相信耶穌就喺度。呢、這個就是指示嘅，即係加喺個裏面係可以放喺一齊嘅。咁嗱，我而家試下帶領大家，大家就起身投入。你發覺你都可以經歷聖靈嘅喎。耶穌愛我。嗱，呢個唱靈歌，你可以跟住唱喎。我们前后环绕我们，你在我前后环绕我，按手在我身上，神永远谦卑地服侍我，我感谢你，我赞，我享受你。
你在我前后环绕我，你在我前后环绕我，一路相信我，按手我身上，按手在我身上，你永远谦卑，你永远谦卑，服侍我，我感谢你，我享受你。最好最好的耶稣，我们欢喜你，我欢喜耶稣，我欢喜耶稣，我欢喜耶稣，有个心底处欢喜耶稣，我欢喜你，我欢喜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，我需要耶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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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需要你，耶稣。嗱，呢一阵就去呼叫耶稣，耶稣，哦，耶稣，耶稣，哦，耶稣，耶稣，哦，耶稣，你同在令我完全。呼叫耶稣，耶稣，哦，耶稣，耶稣，哦，耶稣，耶稣，哦，耶稣，你同在令我完全。我乜嘢都有，神啊，我乜嘢都有，我一齐宣告神啊，我乜嘢都有，多谢耶稣，我乜嘢都有，哈利路亚，我有这喜乐，我有这喜乐，主耶稣赐给我，我有这喜乐，主耶稣赐给我，非世界所赐，非世界所能夺去，我有这喜乐，主耶稣赐给我，我有这喜乐，主耶稣赐给我，我有这喜乐。非世界所能夺去，哈利路亚，我有这喜乐，主耶稣赐给我，我有这喜乐，主耶稣赐给我，我有这喜乐，主耶稣赐给我，非世界所赐，非世界所能夺去，哈利路亚，多谢耶稣啊，我哋享受耶稣。
聲去呼叫出來，耶穌，哈利路亞，我歡迎你啊，耶穌，我需要你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我需要耶穌啊，將啲重擔吹曬出來，所有重擔吹曬出來，神啊，我將所有煩惱放低曬，耶穌有你真好啊，耶穌，我需要你，我需要耶穌，我需要耶穌，我需要耶穌，我時時刻需要耶穌，我掹住耶穌，我仰望耶穌，有耶穌真好，多謝耶穌，多謝天父，讚美天父，感謝天父，啊，哈利路亞，你試下咁樣叫啊，啊，又放鬆自己，啊。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多謝耶穌，多謝耶穌。